办理中华民国庆祝建国一百年相关庆典活动，回向老萧与您有约下乡宣导列车，于7月9日前进文化古都台南，在文建会主任委员盛志源、台南市副市长洪振中、台南县副县长严存佐等人陪同下，举行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行销宣导座谈会，听取台南县市的各界意见。萧副总统并宣布主题系列活动“全民祈福，百年安康”民间庆典艺术节，民间庆典祝福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。座谈会结束后，萧副总统前往参观拥有80000件典藏品的台湾文学地标活力台湾文学馆以及博洋文物馆，而之后由台南市长许天才陪同至安平参观台湾船。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南报道。